就是说揉好这个袋子，看一下这个中锋啊有没有问题啊，有问题就调整好了，调整好后再放一个物料四包，揉好这个膜，对吧？然后放一个物料四包，先放一个，设置好袋长。如果说有色标的要先跟色标，如果没有色标的情况下，透明膜的，那你就直接可以放一个物料四包，先这样子包，放一个，随时看一下它有没有切到物料，如果没切到物料，就直接过去，像这样子就切到物料了。它是太往后了，那就要需要通过这个把手调整，可通过这个推子上面，我调的时候，它这个推子现在停在这位置，一定要是停止状态，不要急停，就是启动停止的状态下定位，然后这个位置，比如说我调这个把手，我调一点点，因为它是有一点点，大概十毫米之间吧，我就调上前一点。OK， 调好了以后再放一个物料测试，再确认一遍。这样子可以到了，这样子就刚刚好，刚刚好。假如说我这个膜上面是有图案、有色标的情况下，我就需要对好这个色标，这个膜上面是有一个色标的，这个是色标。以后首先我确认好这个色标与色标之间的距离是多长，一定要确认好。像现在是我这个色标是145，那145呢，我这个色标的距离要跟设置的带长，屏幕上面的设置的带长要一致，一定要一致。145，这样，然后再启动，再调一下这个刀数，因为改变带长的情况下，刀数需要同步改变。现在组合了，别快一点。走好这个膜，走好带长，然后要先对好这个光电眼，这光电眼可以调，光电眼呢可以松开这个螺丝，可以这样子调这个光点离这个电眼色标的远距，调它让大概5到8毫米之间这个距离。一定要对好这个色标，每经过那个色标，每经过这个光点的时候，它都会闪一次，这个灯闪或者是这个光眼这个灯闪，这两个都有个显示。比如说我现在对好了，我启动机器，它现在不闪，对不对？我可以一边运行一边调，这样子远一点它就闪了，它就闪一下。它这个灯有两种模式，一种是强亮的，一种是强灭的。我这个开关是可以拨过来的嘛，拨过来的就是强灭的，强灭的话它经过的时候它就是灯会闪亮，这样子也可以用这种模式，其实都是一样的，它模式不一样而已。对好这个光点，然后要通过屏幕上面一个色标跟踪，现在是定程走膜，那我通过这个定程走膜按一下它，就变成色标跟踪，色标跟踪，然后再启动机器，看它切在哪个位置，看有没有切到我想要的图案的位置，启动机器，看看这个袋子有没有想要切到我要的图案的位置，那现在差一点点。
差一点点，对吧？那我要切到这个点的话，我就通过这个切位位置改变它这个图案的位置，让它改变到我想要的位置。像现在的话，差一点切到130。通过切位位置可以看到，你看，看到这个刚刚好切到这个位置。调好这个后，以后放一个物料，就放一个物料，再试刀看看有没有切到位置，切到这个面包。在改变带长的情况下，它物料需要重新调整。改变带长的情况下，需要重新调整这个物料的位置。启动机看一下有没有切料。现在呢，这个物料呢过来，它是偏厚了，那我需要通过这个把手，把这个推子往前移点点，一点点就可以了，然后再继续放。如果说你看这个中锋温度高啦、低啦，两边方温度高啦、低啊，可通过这个温控表，这个是中锋的温度，这个是现在目前是125。如果说这个中锋的温度低了，你可以调整这个温控表，可以增加像130，我设置等于130，然后按一下它，这个是实际温度，这个是设置的温度，等一下它会自动升到130。这个是中锋，中锋指的是这个。如果说这个中锋温度封不住或者偏高了，都可以通过这个来调整。这个呢是中锋的一个温度的一个开关，我关掉的话它就不会加温。这个也是一样。调好这些以后就可以连续放物料包。包的时候多观察一下，看看有什么不正常的现象。像这样子就是包的了。就是这样子了。就是说，揉好这个袋子，看一下这个中锋啊有没有问题啊，有问题就调整好它，调整好后再放一个物料试包，揉好这个膜，对吧？然后放一个物料试包，先放一个，设置好带长。如果说有色标的，要先跟色标；如果没有色标的情况下，透明膜的，那你就直接可以放一个物料试包，先这样子试包，放一个，随时看一下它有没有切到物料。如果没切到物料，就直接过去。像这样子就切到物料了，它是太往后了，那就要需要通过这个把手调整，可通过这个推子上面。我调的时候，它这个推子现在停在这位置，一定要是停止状态，不要急停，就是说启动停止的状态下定位，然后这个位置，比如说我调这个把手，我调一点点，因为它是有一点点，大概10毫米之间吧，我就调上前一点 ，OK， 调好了以后再放一个物料测试，再确认一遍。这样子就刚刚好。假如说我这个膜上面是有图案、有色标的情况下，我就需要对好这个色标。这个膜上面是有一个色标的，
这个是色标。以后首先我确认好这个色标与色标之间的距离是多长，一定要确认好。像现在是我这个色标是145，那145呢，我这个色标的距离要跟设置的带长，屏幕上边的设置的带长要一致，一定要一致，145，这样，然后再启动，再调一下这个刀数，因为改变带长的情况下，刀数需要同步改变。现在紧张了，别快一点。走好这个膜，走好带长，然后